兰峰是谁？哼，在银仙星系，无人敢如此挑战御剑宗威严，你去死吧！ 与其问我想怎样，不如问问自己，若我落到你手里，你会怎样？御剑宗门不光是你，你的亲朋故旧、师门弟子都得死。以无辜者相威胁，更不能放过你危害世间。此去妖界万里迢迢，不知还要面对多少战斗，我正担心消耗不起。 今日总算得到些许补充，都得死！徒儿，此人不是那化言曾从人间传回影像的秦羽吗？那溺阳镜的宝物，雨点的威胁，让秦羽意识到，御剑宗绝不会善罢甘休。 若想应付随之而来的报复，唯有尽快提升实力，争取早日开启万寿第二次。于是，秦羽闭关十年，潜心修炼流星泪中所记的三魂九炼之法。 三魂九炼功法果然玄妙，解除这36道手印，便可将灵魂境界从人魂境迈入地魂。凭此灵魂境界，我的星辰变功法当可再进一步。暗星后期，这下应可打开万寿谷第二层了。 九级妖王竟就有28个。
发起妖王数目竟然也过百了。万寿浦第二层妖王首领来见。属下孔兰，参见主人。九级妖王，孔兰，你实力不俗，且与我试法一番。我要印证刚刚的修炼所得。是。好快的速度！身为九级妖王，你可有把握对战低阶先帝？不知主人说的是何门何派的先帝？我说的乃是御剑宗。主人，那御剑宗乃是剑仙宗门，实力强劲，孔兰未必有把握能够取胜。更何况，那御剑宗宗主乃是羽皇麾下36军之一，而除此36军以外，羽皇麾下尚有实力更为强大的18帝。刚刚试法，主人大概有3级金仙实力，此等境界与羽皇为敌，真可谓以卵击石。主人还是莫要招惹为好。晚了。山雨欲来，不知何时才能了结此事，去找寻狒狒和小黑。这仙魔妖界竟如此广阔，前辈，寒叔无能，不但未能拿到星图，还让您耗费法力疗伤，寒叔羞愧至极。短短10年，你养伤之余，寒将修为从区区金丹起提升到了空明中期，想来是日夜苦修，一刻也未曾懈怠。10年前，前辈帮我拓展经脉，寒叔得偿所愿，怎敢懈怠，浪费前辈赐我的盖世机缘。你曾说希望能拜我为师，如今可还愿意？啊！主人问你是否愿意拜他为师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起来吧，从今日起你就随我休息。你来。哟，客官好眼力，这琉璃珠只要5枚下品元灵石。您慢走。他不是应该在闭门思过吗？还说我现在有些要事，晚上我们湖边见。阿明少爷，其莫要如此，若是被大长老撞见，奴婢承受不起。爷爷正和御剑宗的仙使商议如何对付那信禽，哪里会来到此处？少爷莫要乱讲，大长老说过要我们万万不可得罪那位秦羽呢。切，不过是将他当作对付严家的刀。韩叔，你带秦先生去竹园居住，然后再去严家办事。爷爷根本就知道严家定会对我动手，刘寒明也从未真正受罚。爷爷真的会利用我害师尊吗？此人至关重要，明日3大仙帝便会携百位金仙来此擒拿于他，
莫要让他跑啊。啊，大人放心，那严家能为御剑宗做的，我柳家也能。且看我先助御剑宗诸位仙长擒下那秦羽，小人。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只是唐人被我吃了一个。那这是你的，再不吃可就化了。嗯，真甜。不过迟到得罚，剩下的都归我了。逗你的，一个人又吃不完。啊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啊，我没事的。这是送你的。给我买的。嗯，算是风月星的纪念品。风月星的纪念品？你要赶我走啊？不是的，当然不是。对不起，我师尊今晚闭关，我要随身侍奉，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无法再陪你了。而且严家之事说不定会出乱子，到时候我与师尊都不在，万一你……好好好，我一会儿便动身离开，不让你担心。好了吧？嗯，保护好自己，千万注意安全。师尊还在等我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师尊，何事吞吞吐吐？啊，徒儿从大长老那儿得到消息，雨点深死后，羽皇震怒。这些年来，御剑宗地位明显大减，银贤星系高层可能要换人了。可是什么？可是若真是如此，银贤星系怕是会有一段时间的封禁。你的意思是？徒儿的意思是，师尊若是不即刻离开，怕是就要多留些时日了。徒儿其实舍不得师尊，可大长老让弟子去演练阵法，只怕是也难以侍奉师尊了，所以有些为难。何况二位师叔那边，你说那御剑宗地位大跌，他们……嗯，可能整个宗门都要撤出银贤星系了。既如此，为师可能真的要出发了。当日为师曾说要送你一些法宝，如今临别在即，你莫要再推辞。师尊所赐，徒儿不敢推辞。你其实早就想要了吧？师尊真是火眼金睛，不过徒儿想要的还不止于此。哦，你还打什么主意？师尊曾提起破天剑诀，说是威力巨大，又说有短暂提升功力之法。徒儿想问其玄理。且不说破天剑诀，那魔道秘法先伤己再伤人，并非正道，你问他做什么？徒儿自然不会去练。可前日我跟族人说起，他们都不信有这样的功法，非说徒儿吹牛。徒儿不想折了面子。告诉你此事，是为让你好生休息。谁让你去人前卖弄了？徒儿不敢卖弄。那次的确是修炼感悟交流，徒儿顺嘴就说了出去。师尊，您就给徒儿讲讲吧，不然徒儿会被他们笑话的。回去自己慢慢领悟。我见那杜中军使用魔道秘法伤害极大，你万不可尝试修炼。
至于破天剑诀，并非是你此时能够修炼的。等今后合适的时候，为师再教你。师尊放心，徒儿定会苦修师尊所传的正法，绝不修炼那魔道邪功，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徒儿本该恭送师尊离开，可阵法演练的时辰就快到了。你我师徒不必讲这些虚礼，你去吧，为师也这就走了。师尊莫要折煞徒儿，就算不能送师尊前往，也没有徒儿先走的礼数。也罢，那为师就先行前往传送阵了。恭送师尊。大人，我师尊已离开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和柳家无关。哼，柳明翰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如何被这小子走漏了风声？大人息怒，那秦羽定是没有走远，刘某这就亲自带人去阻截。你这逆子，真要找死！燃烧生命，换来短时间内功力大增，这是血魔道的秘法。逆子，竟学了这样的邪法！刘汉叔，你已入魔了。处理伤人，恩怨不分。你们才是邪魔，谁也不许离开这儿！啊，没问题，过去吧。哎。秦前辈，韩叔说要与您一起闭关，您怎么与我一起闭关？是他以此为由让你离开的。我这就去闭关，你快走吧。为师亲手用这神剑破天为你报仇。秦羽太过猖狂，今日必斩你。完成师命，实在也是身不由己啊！御剑宗诸位先帝已然赶到，我劝你自缚求饶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果然饶你不得。林姑娘，有强敌来袭，先请入我的青玉仙府。韩叔，依旧交于你照顾。